自控制三国成抢成功，一连三天活动，今仔日老者进行成功正准竞赛。第一天进行公诉，组除了县内八乡镇公诉报名参加以外，各来自苗栗县、东路乡的队伍，上精彩部分包括各中小组、社会组，将伫第二、第三天举办。另外，今年嘛增加本正准趣味竞赛，去为着庆祝东路。抢成功活动第一天进行公所组的成功正准竞赛，参加队伍穿上保护的装备，并且展现气势。欢迎大家加油加油加油！预备，破例冲啊！破例冲啊！破例破例破例冲冲冲！参加队伍非常卖力，团结合作，争取胜利。主办单位表示，这项比赛已经延续举办21年，主要希望参赛者会当展现客家的安打拼的精神。那非常的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能够趁着这两天的假期，来我们国姓乡一起参与一场成功的活动。我们场成功的活动这一次不光光是只有推战船，我们还有客家传统的博弈趣味游戏哈。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这里，可以享用地方的美食，而且又可以做趣味竞赛，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抢成功活动。今年抢成功活动除了赛正准的竞赛以外，主办单位也增加趣味娱乐的本正准竞赛，亲自利用宝特瓶插滴，一同来制作环保的正准，并且用滴来背正准进行竞赛。阿杰的来这里做战场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哦。啊，你的船吹得动吗？吹不动。都小怎么样？好玩，开心吗？开心。就是他们这一次的体验是，过去都是只有看，然后这一次是有做跟自己动手，就参与感更深这样子，然后也让孩子去体验说科学带入游戏中的一种学习。我们今年增加了两个游戏的趣味竞赛，最主要是我们是要吸引所有的家长们能够带领小朋友们一起在假日的时候一起来同乐，来参与我们的客家文化活动。那希望大家也借由这个活动可以更认识我们的客家文化。11号抢成功活动进行集合邀请，龙蝶三品展销成功晚会。12号还有客家流行歌曲的比赛。各中小组和社会组成功正准的竞赛，欢迎乡亲来同乐。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